Hello，现在我在化妆，不如来录个 Get Ready with me。然后一会儿我要跟我的好朋友去逛街，因为这样看会不会很奇怪？因为我跟蘑菇不在一个城市嘛，就是现在过春节放假嘛，他就回老家了，然后。所以我们可能这种 vlog 就会分开录。你们大家不都是说蘑菇给我画的那个眉毛比较好看吗？我就试着也画一画那样的眉然后鼻影，感觉小时候还挺喜欢过春节的，因为有好多好多吃的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但是长大了就感觉还好一般。我突然发现我最近很喜欢一个。盘就是这个 Naked Three，超级好看。我觉得这些颜色都是非常小坚果的颜色，坚果色。这个粉色打个底，对啊，就是烟粉色，有用时快。因为我现在已经迟到了，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住在一个小区，所以我让他来我们家找我，所以也不算迟到吧。然后底色，然后用这个。棕的这个颜色画眼窝，其实我觉得我化的妆都挺简单的，非常适合彩妆小白们。哎，感觉我自己其实也是。然后呢，我再用这个，就是有一点紫色的这个颜色，这个两边色，画到这个双眼皮褶皱的。那天色这个颜色，什么光？好黄，无所谓。眼影就画好啦，是不是很快？快，下睫毛。刷睫毛，因为就是普通逛个街，我就不画眼线了。画一点吧，画一点吧。Physician Formula。然后腮红。他还没有敲我们家门，准备他还没有准备好，我要比他快。粗暴化妆，然后高光，哎呀，来了！靠，稍等，我在给我的 get ready。就是现在几乎要画好了，然后涂个润唇膏，一会儿再抹口红。OK 啦，头发就这样，蓬松，慵懒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我们出来啦，我的小伙伴。我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当时我还没有准备好。然后我们今天是准备去那个世贸天阶逛一逛，然后应该是人比较少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都在上班吧，就是我们放假放的比较早，对，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去逛街吧。我开门。这腿太细了，这不是我的腿，Zara的镜子有问题。没有牌。看，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 Zara 的试衣间照镜子，看自己的腿，我心情就好。但是要时刻的叮嘱自己，这是假的。好看吗？我们逛完 Zara 啦。你们猜我买的是哪个裙子呢？我们现在在卖体育的，然后要给我朋友买双鞋，但是我已经前两天买完了。
所以我就陪他看一看，放他耳环。我干嘛？看我今天穿的一身新的包包，耶、yeah ！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这还挺软和，可不可爱？哇塞！我以后要生孩子，绝对给他打扮的巨帅无比！我天哪！买这种小衬衫，还有这个圆领的这种，我天哪！我靠，迷倒万千少女就是我儿子。我说如果要一女孩，就给他打扮成小公主，我让无数男生就拜倒在我女儿的裙子底下。看这种哇，这种小双扣小西服，我的天！哎，哎呀，我超喜欢逛童装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有没有？开始做白日梦。天色渐晚，我们两个人准备去觅食。由于我们两个人突然都特别想吃越南米粉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准备去吃酥酥。你们知道酥酥吗？但是那家烤鱼做的特别好吃，然后就去吃吧。然后我们现在打车打不着，然后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招手停打一辆。一会儿我到了，就跟你一起吃酥酥。然后我们现在去酥酥的路上，就是在这种胡同里，就是北京胡同。来看，这种酥酥就是在胡同，就是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那种，就是这七拐八拐，还在厕所旁边公厕都是那种。啊、哦，好期待！感觉应该是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十号。两位，没有。这个是三文鱼春卷，它好吃的哟。这是那个烤鱼。超爱吃他们家的烤鱼，好吗？巨好吃。你先。这是我爷爷买了一堆春节贴，还有灯笼。嗯，我爷爷今天晚上我们要吃火锅，然后现在我们去买火锅底料。然后我爷爷非要往墙上挂符，就是一个腿腿打中国结。然后我们要去买那个叫什么水泥钉，也不知道现在开没开门。现在到这种超市买底料，竟然还开门，不过开到五点就关了。然后我要吃小肥羊的火锅底料，因为我吃小肥羊的火锅底料不用蘸酱。爱吃小肥羊，一拍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我爱吃，臭臭的。我觉得还有什么？这个也好吃，这个。还有什么？找什么？我拿点零食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零食视频里面好吃。一个辣的，二个辣的。加油！想吃不辣的？听到吗？还有一个辣的。我要听到。你碰到我了。你们火锅里都会放什么？金针菇啊。See you tomorrow。好吧，拜拜。涮羊肉，小叔，劳动的人最美。一样，这个，我爸的饮料。饮料，2018年大吉大利啊！啊，心想事成啊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幸福快乐啊！嗯，干了啊！这是你说的干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这什么姿势啊？这什么表情啊？你也得特别享受，你得特别享受。